要想办法把他们解放，对，有欲望。啊，其由于他们那边是最后的一个根据地，所以相信他们会有一些虏获旧式的重武器。好，在最后在上一个侦查阶段的时候，我们有发现可能有一些ZU-232在那个潜伏在那个区域。好，相信我们的优势空中武力可以轻松的把他们解决掉。那由于他们的那个 Manpay 的军火库嘞，早在前一些日子就已经被我们处理掉了。我们相信是不会有那个建设防空武器的威胁，我们相信是不会有。然后对方嘞都是一些黑人，所以看到黑人就知道他是敌人。刚才是说我们相信不会有吗？对，相信不会有。而且重复了两次，所以我们预期可能存在。现在大家对这句话都很感动，因为我是先放兵，我才那个想到 Manpay 的事情，然后我就想一想，干，我不知道那个群主放到的兵里面有没有这样，对，应该是不会有，群主是不会有的，除非你有放防空小队才会。他是一个组啊，他是一个组，如果你都丢班的话是不会有。我相信你啊 ，OK， 大概是这样子。那当然，在该区域的动静呢，我们相信就是那个范围内可能都会有他们的一些眼线或者是一些火力阵地。那还是以现地侦查为主。那现地侦查就是看卢大总安排。那我们的机动方式就是刚刚三台皮卡，还有支援那台武装载具。那平民是散布哦，不好意思打扰，那个平民是散布在整个范围内，还是说被集中在哪里？被集中在某几栋建筑里面。某几栋？对，我们等一下，大总部说不定会有更进一步的情资出来。我们是小总部，对，我们是小总部。楼上总要有人管吧？炎帝，有可以发问吗？可以啊。要如何？要发，应该说要满足什么条件？那个会导致敌人会屠杀平民？啊，不会，就算屠杀也不干我们事。但是我们就是要救出他们就对了。啊，那如果我们不小心屠杀到了嘞？没事，翻成白话文就是只要不要死在我们手上就好了。对，不要死在我们手上就对了。哦，没问题。对，因为刚刚央梯是说那个没有敌方没有即兴处决平民的需求，然后干，那我们再过去创造需求。那个来都没发现。OK， 为什么不采取那个特种手段去解救平民呢？因为我们就是要解放那个城镇，平民是次要目标，但是我们当然是不能杀到平民，所以是以常规的特种手段、特种任务。我们应该拿儿戏军备才对啊！对啊，讲什么？补丁那个是什么？特殊军事任务啊、哦！对，特殊军事行动。对，特殊军事行动。老实说，对岸的解放好像跟我们的解放意义不太一样。只跟你讲，那个莫斯科号只是到海底执行特殊军事行动而已。然后去他摇身一变就变成潜艇了，俄国黑科技。哎，最近有新的模型出没，好像是那个莫斯科，然后就他那个图片就是茫茫大海，超靠背的。一个波兰的模型制作公司啊，对，那个我们要坐蒸汽过去了，所以要抓紧时间。了解。我的职位是杨帝也会当空中 FAC 吗？啊，对了，有两位补充兵。行啊，如果你在后座还坐得来的话，就给鲁拉安排。杨帝，那我们是加所有人加同一个小队吗？给鲁拉安排。哦 ，Frieza。我记得刚飞机上不是说要带，那女仆没关系，女仆没关系，你也要带。那我就换装备了。那我要去换装备了。然后飞机上帮我抓一只一只吧。哦，按你按 home， 它预设是 home， 然后你按太棒了，它打开出来变大画面，然后你用滑鼠点下面三个。那我要带特殊装备。再重复再点一次地图，他会切换那个有鲁拉，我应该选班长吧，不是武长，对不对 ？OK， 都可以。对，好像班长才有一四八，没有太风向的武长有记得。我不带啊，我记得全世界都有一四八，对啊，全世界都有长征可以拿。风向的话，没有，因为我记得好像他们有自己特别的武器。看我们穿什么？对，七八 K。对啊，主要就是你可以直接射入这一点，例如说你按左上角的讯号。那我们的 liberation 嘞，下一场哦。标记，然后入境格，然后有连接。平日的东西是跟有一个叫做 Vita 二十。
我们叫西奈相关的。好，福利小在哪里？没事。然后要装死啊？他应该是不在电脑前，就是一个那个蓝莓，你帮我抓一只意识吧。哦，他回来了。没事。你先哎，弗拉叫你抓一只意识吧。到连接到啊？为什么？那边他说你要带去之后，欢迎呀，很敢欢迎呀。好，哎，女仆跟。欢迎啊！哎，请说，请说。没有。挑选一下队员。我记得之前维萨当队长。等我一下，你等一下。麻烦这样，多人教我了，这样比较好管理。不要多人教我。R 加 tape。拜托，拜托。加。能不能加你的？关心你尿尿的健康。感谢尿尿队长。能不能加你会有那个小队的那个标志？对啊，那个我们这个新的模组小队雷达很长。我想一下啊，那个，上要带杀伤性枪榴弹吗？我们队手是谁？你读电上我看看。ISIS。那我可以假设他们没有防弹背心。ISIS。不太，我看一下，好像还有谁没加入小队的？不太一样，不过试一下。还有谁想要被集结？再没有，再不，再他没有。什么？女仆并没有。就啊，我们只有伊芙丽莎一个人选自动步枪啊。啊，他是队，他是队长。自动步枪还在找的。测完之后，你再回到。可是 I L B 在。女仆奇普 ，Allen 蓝光帮我变红组，谢谢。包含他的六码坐标，所以如果你在今天侦察兵，然后去车，然后去定位的话，这支定位就定了。啊，蓝光。对对对对。等下变成冲出封锁线，这样成什么？他们在分组了，过去。那时候也觉得，我们派飞行员出去是不是为了制造伤亡？我是伊芙丽莎的那个机柱，所以我跟他走，对吧？把车交我们。我觉得 radio 那个加个 AT 吗？我，对啊，你看都 kicker two 都已经加 AT 了，对不对？剩下没有点到的哈，除了医疗兵以外，都帮我加蓝组。蓝光红组，我红组，我刚刚有点到我，我没听到。有啊，是我现在传达给你了，朋友。Alan 在吗？那个 Alan 人在吗？在。你可以帮我转职成自动步枪兵吗？好的。Oh shit。Here we go again。蓝莓进蓝组，总参帮我进红组。没问题，没问题。啊，小欧，我怕等一下打一打就不见了。阿 Q， 对，你在哪组？蓝组。哦，好。阿秀，我看还是有你是不是瞧不起小欧？我没有瞧不起他，可是我瞧不起他的店。哦 ，damn！ 阿秀是我的助手。跟那个，我们在探讨。小欧，你的可播仔。好了，那大家在分组哦。你在在吗，小欧？哎，我在。小欧，帮我抓一只一四八转二兵。OK。你是医疗兵兼 JTAC 啊？完了完了！要确定耶。我要再拿一只，我要再拿一只是吧？没有空中 fake， 他会不会轰完之后就打到自己的？结果那时候他断线。不会啊，只是我没有带两只一四八。没有，小欧在中间帮我转达的。没有，小欧，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告诉我友军在哪里就好了，这样事情我们会处理。他如果标错地点的话，完蛋了。对，你就只有这一个工作，你把它做好就好。没事啦，我带兵去帮你们画出来。啊，不在分队，看要啊，分完了。然后就要对小欧，我要解除你的职务。啊，我那个，都是报纸，都只报，一律都只报三线。报到九线，你是想教我还是怎样？一四八车，像我现在拿两台，所以我会用。我可是后手加。小欧。OK。啊，你按 Auto Shift 加 Cap Lock。哦，我都已经准备要开枪了，你知道吗？他会变两台的事。我的发，我的发。钢铁人，喂。你要下来打吗？操作的对象。我等一下可能会。像一，我跟你。343，那我先跟你讲。可以阻止一下马歇尔，他会下来打我们。马歇尔，你一直切到那一麦。Sorry， 我们可以出发了。来啊，安排。高皮手，
哦哦，央替你的麦也是炸呢。哦，多人。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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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天，那直接帮我加红组好了。霸道。对，不会了，不会了。好走。然后央替我们可以出发了。哎，那张子真机，张子真机来啊。对哦。那，哎，三三红蓝组分要分吗？哦，对哦，不好意思，我忘了那个红组帮我带。一瓶男主二瓶，我跟小欧会再三瓶。那男主谁要带啊 ？Brisa 是不是？没，可以啊，给他带啊。诚实诚实，他昨天很畅销哎。没有。OK，Brisa 下一步。我怎么会知道？大家接受到吗？他昨天很秋哎。有。好，那大家决定了。先调一下意思。他机枪调过他带，我调一瓶。好了。等一下，你们空中帮我转二瓶。OK。男主二瓶 check。二瓶 check。江城上。哇，马歇尔也是开始在黑熊怡然自得了。啊、怎么说 ？Intel。阿 Q 跟 Z 三。The Intel Anger is bad。三三二瓶嘛。哎、欸，不是那个，不是。都说两个都说。冒主跟我们讲吗 ？Brisa。我下一步只是 Footman NTL， 你是队长啊？帮我打手打十啊！我不要，兵哥就在一直翻哦。OK。然后不知道要上机是吧？哎，可以上机了，走吧。啊，锁正好。他们有人带绳锁在登机上面吗？特区的望远镜，为什么会有呢？原因是因为刚刚那个蓝光在测试卫星追踪接收器的时候，他就丢一台在地上，我顺便把它捡起来。什么手指头？很好，你会几只脚趾头？你可以不要随便丢垃圾吗？脚趾头，因为我是这样。不要随便捡垃圾，环保组让我们上去。啊，顺手捡垃圾环保，不能这样啊！你这样子。那谁还没上机？大菩萨回报啊！啊，我没上机。红组全员上机。来，全员上机。不开麦。然后帮我传达你资料。哦，好，不用了，直接弄。真的。好，等一下在飞机上我边剪报。我们等一下在那个影射点降落。等下在影射点降落是神将。那绳子已经放上飞机了啦！啊，我们刚刚整装区看到那些载具已经摆在那边了，下车去领。我再开整装。那领到车之后有没有？我们沿着路径啊，向南移动 ，WP1、WP2依次类推，最后上山顶的 OP 点。那我们会在那边做观察，就是引导空中打击等等些消灭敌人的。火力点，尤其是 CU23， 刚刚简报里面有提到，那情况都差不多之后，会要求两队红蓝两组沿着黑色的 WP， 一样5678，最后攻入目标区内。那至于进攻的区域哦 ，A、B、C、D、E， 会根据等一下在 OP 点侦察结果再决定。暂时是这样，那很重要是情报指出该区域有平民，请你不要伤害他。除此之外就没什么特别的了。我会拿枪的。那个怎么了 ？OP 点出来之后是红蓝组出走吗？哎呀哎呀，不过那个确切也是等我们先地侦查之后再说。OK。那兔子开的直升机会坠落吗？还有兔子，那个鲁拉，你觉得嘞？有武器的都可以开火啊！不要！你说什么？有武器的都可以开火哦。我说有对方有手持武器，潜在目标。然后对方有手上有枪就揍他，没枪就不要揍他，就这样。
关我们什么？有枪就揍，没枪就不要理他。不是，我第一次看到有直升机飞行员飞这个高度还要戴呼吸面罩。啊，你给人家，人家开心就好了。人家就有气喘，你们怎么这样？不然你想想看嘛，你想想看，石洞他那个他骷髅头脸，他还戴防毒面罩，我也不知道他要防什么毒啊。他空心对心机啊。对。有人有忘记怎么垂降的吗？我按 B 嘛，我知道。左川，总而言之，等一下那个有人掉下去，我们不要浪费医疗物资在他身上。好。那个肚子他可以飞高点吗？我可以直接跳伞。正确来讲是按两下 B。那个，等一下 ，Marshall， 你不要害死 Alan 哦，你不要害死 Alan 哦。Alan， 你知道怎么垂降吗？感受到了，不知道，不知道。我现在深刻的觉得好险，优雅是坐 FAC， 他是坐武器官的位置，不是坐驾驶的位置。那个。Alan， 跟你说一下，等一下哈，你对他人的互动键，它会有一个垂降的选项。哎，啊，你要小心，在别人垂降的时候，他会切换成剪开绳索，绝对不要按到剪开绳索。下面的人会尖叫，剩下的人全部下。下面的人会尖叫，就会下降。我还记得之前很久以前有一段时间，黑熊。我们那个时候 GFX 死掉是不能重生的，然后轮到我溜下去的时候，有人见我绳子摔死了，我那场就整观战，一刀摔键盘。哎、欸、啊，如果想要避免这种状况的话，那个按键设定有一个快速神降，它可以设一个快捷键。然后像我的话，我只要按那个键，它就会让我下去。例如说按 B。我已经很久没神降，用我的手机来。对啊。然后有时候飞行员为了怕我们会摔死，他越飞越低，越飞越低，然后我们最后变急降。那个绳子抛出去半公尺，又抛了触地。对，没错，30公分左右。是啊，这边看起来就可以急降啊，还一个大大的叉叉、欸。啊，神降比较帅呗。然后等一下神降，等一下男主先下，男主先下。然后神降到一半，你就看到那个气泡打过来。各位，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现在飞机没有神降系统、欸。你不觉得是因为太高的问题吗？没有，我们绳子有30公尺、欸。你在说什么？哦，好的。哈哈。啊，有点干。发生什么事？没有神降系统。低点。哎、欸，你们下来，下来！蓝光闭嘴，蓝光闭嘴！闭嘴，蓝光闭嘴，深呼吸。我们来了。我一个经验啊，我就跟你们说会有气泡。闭嘴，蓝光。不要等神降，等神降。哎、欸，兔子这边的马路让我们下来。没有神。我好厉害啊！下次 go！被动鱼钩已经交出去了。有海风确认，那两队跟我在我们的那个降落点附近找一下绳子，好，走吧。来，红组靠道路左侧，我看你的跟上我。啊，那应该是下界吧。男主这边灯啊，那个。久违的把小队雷达关掉，还蛮那个画面还蛮干净。你们两个左右脚同时带，没差了，没有。顶多就他把200枪给他，下就可以带了。没有啊，大不了我等一下看着去人家小孩那边，那我再跑一小趟。那边有事，我真的。要不要立三四次带？带叫他带他点。我突然认真觉得一定要装你的那个载具垂降的模吊挂，对吧、啊？不，那个，我觉得那个还蛮好玩的，因为我们以前都不能挂战车，有那个应该是什么直升机都可以挂战车。所以他小就算可以，他小鸟的话可以吊起艾布兰吗？那我没试过。
可能它有限定哪一种直升机就可以。那那有可能是原版的，或是奇努克那种等级，或超级中啊。你要么带，要么就不要带。所以我脚踏有声音。有啊，脚踏现在有了。杂音有很严重。我这个行动也是蛮成功的。马修利萨，哇，这都有哦。特种部队，很特种。对啊，你看我们到现场，直升机把那些东西丢下来，帅呆了。鲁拉载具是那一台吗？不是，那是这一台吗？对啊，我不知道。也不是。哇哦，听起来都是啊，没有吧？看起来都是、啊。这看起来像蓝光开过的车。并没有好吗？我的会卡住，还是开鲁拉？改成那个。我怎么觉得我们车子不太够啊？哎、欸，我要这一台、欸，这台可以坐两个人、欸，后面可以坐两个人。啊，我们坐哪？哦，不，蓝光，你坐上去，我猜还没开火，这台就会爆炸。那个，Flisa 帮我领中间这一台好不好？然后蓝光帮，上去就可以不好意思，吕布帮我领这台点五零。啊！来，红主跟我、哦、后面好臭的东西又油的。Chip 帮我开车。调在吗？开车。啊！我怎么一直抱着 AT 啊 ，Chip？ 一直放一张啊，他们叫我拿个 AT 是打劫的，这台劫车而已。除了你说你认真哦，那我会将你视为火力最优先的第一位哦。我下车第一个就撞满了，哎、欸，中间可以撞。你说中间是奇怪的东西在，所以红主都上车了哦。不要，徐家，你们中间那台后面可以坐两个人。啊，都上车。这一次红组回报，我们全员上车了。旁边的一个炮手，这里，哎，走的。炮在各单位注意我的右耳聋了，感谢小欧。他做什么？可以做。好的。他可能舔了他的耳朵吧。他的无线电可能还在长线上。嘿，你知道看着最右边那台车，我就觉得很羞耻。为什么？医护兵当炮。那台根本是无人机吧？那是好羞耻。这样子，后面炮手不是还有？你都忘了吗？对啊，叫阿 Q 来啊！我第一次玩无人机的时候，你给我陆行版本的无人机，全部上车。然后为了去前线，然后我坐在无人机上面，然后去前线。对啊，我知道啊。哇，你们笑了好久。我印象非常深刻。无人机，哎，就没玩过，那时候就没玩过无人机，第一次玩。哎，把它当成车子，对，你就把它当车子就好了。我还没开枪，你就这样就好了。弹夹就只剩半箱的。小欧开，然后阿 Q 半箱，对，它是有瑕疵的。它里面原本装280，不知道为什么被砍到只剩180。重量吗？老师，麻烦重量不带头，不带头。阿 Q 坐我，坐我。收到红主带头，稍等。要先移动到哪里 ？WP1 吗？哎、欸，女仆，你看那无人机上面有坐人哎、欸。哎、欸，我知道。不好意思，鲁拉，那个目的地是哪里 ？The fuck！ 这 WP 一直开到 OP 点。收到。基本移动到 WP 1，然后那个就直接通过。WP 1。哎，然后直接通过，一路移动到 OP 点。所以是我们还要爬山，对不对？没错。可以帮我确认一下小队员有没有人在多带118？因为他够大台。红猪有人身上有带148吗？是这个意思没有？对啊，我要带那么多东西吗？都没有哈。这一次红猪回报，我们只有女仆带118。明白。我没有带118，如果带152算吗？应该帮我切二平联络空中侠起飞吧。联络什么？联络我们的固定翼，请他起飞到待命区待命。间隔两下。下次都一起练要踩的。我也觉得，但是空中不好意思，减速一点，减速，减速一点。因为等一下开出野。空中一二平台减速。下坡哎、欸。明白。减，所以减速，所以减速。哎、欸，右边的路。哎哎哎！但你要飞起来啊！前面的应该会有人使用。这一次，这一次红组我们经过 WP 1了，正在前往 WP 2。啊，因为是下坡，所以请各位减速一点，减速一点。不然容易撞到前车。不好意思，那个又要绑架，还是要？啊，甩尾。鉴于地面有，哎，跟着一瓶有地面使用的话，我会作为联络官。好，明白。那个这边
叮咛一下两只头来两只，小心石头，它撞到轮子就会不见。这样来讯息再回报就好了。在车，你甚至撞到树，它轮子都会不见。畅通啊，不要在车有那么废吗？我知道这一定不是头塔做的。这一次红组回报，我们已经通过 WP 2，现在正在前往 WP 3。如果你看见后面那个会红哦，小心！我上次撞到那个树丛，然后就轮子不见。这技巧错的是不是？我是认真的，我是说真的，我不是千万不要以身作则去尝试。我意思是说，这个游戏设计的轮胎都作者，动作慢一点啊！这个游戏。再慢一点，全部都是直接灌到那個。想象你在加训班里面开车，你们知道汽车轮胎，如果你把它灌到非常硬，它只要一点点重就会爆炸。那、啊、你为什么要把它灌那么满？啊，因为路上有人会帮我消气啊。小心，小心，小心。我想确认一下空中固定翼是两架吗？你可以直接撞那个门啊，然后轮胎就不見了。麻烦一架派一个代表，不要穿过去，从左侧绕出去，不要。这一次红猪抵达 WP 3，我们要继续前往 WP 4。OK， 好，对，明白，继续移动。OK， 继续移动。隔壁坐哪里啊？绕过这栋建筑会有大门。大门没有，我们去大门那边这样对，没错。要的大门。那、啊、还要出去吗？对对，继续移动到 WP 4。我看下地图。那继续往前走。对，继续往前之后右转。右边急转弯，请急转弯。前方右转，急转弯。接底，我听到子弹声音。不关我们的事情，反正继续走就对了。好，那不管了。我转不过去，我没有腰。为什么我看蓝光都没穿衣服？对啊，为什么？因为我是你的小宝贝。太热了。这一次红组回报，我们抵达 WP 4，继续前进到黑色点。OK， 连炮。明白，帮我上。应该是刚才打我们那一台哦。好好，减速。OK， 左转。左转弯，请左转弯，继续向前。好，减速，停车，然后往左。对，没错。好，小心那棵树。再来。来上去吗？对，再开上去。好，开上去。来，继续。我说停车再停哈，我说停车再停。200，小心石头。OK， 好，停在这边，停在这边。停。OK， 好，帮我把引擎熄火，然后钥匙拔掉，脚离开油门，手刹车拉好。不是脚先离开刹车、欸，你应该是要先拉手刹才离开手脚才离开刹车、欸。我没有叫你们上来，滚开。红组在车子旁边待命。会麻烦两队帮我。帮我派一两个人上去，在地图上开标。这一次123的位置标准。这一次红组收到，我们真红组目前只派女仆。有规定说那个标示攻击目标用哪个颜色吗？没有。这一次红组回报有友军在跟敌方交战，这是我的无人机，收到。敌人散布位置非常分散，可能没办法做精确标记。这帮我先找到那个 C523位置。地图上已经目视到敌方主战坦克有两辆。明白，自由交火。好，不然。
834。Check。离主力战车的位置。对，一样，还有两辆。如来啊，我现在讲话你听得到吗？听得到。地图上标记紫色 AT 叉 one， 精确坐标，敌方反坦克炮阵地。AT 叉。要都是你刚进场是被锁定吗？锁定没有。有确认到吗，鲁拉？我有看到两辆 AT 叉，乘一辆。哎，不见了。不见了哎、欸，麻烦麻烦那个两队帮我找出关押平民的那几栋房子哦。没有，那个鲁拉极有可能是刚刚轰掉的那几栋。掉没有啦，开玩笑的。我看一下，那个我有另外标记一个 BK one， 那个是敌军的邦克，精确位置。阿皮，你们玩过抽卡？就抽啊，抽一个房子交给他。他这样的意思是说，不要攻击建筑物群会比较好，对不对？第三辆命中未瘫痪。这一次红组回报确认敌方有单兵携带式对空武器。对，明白。哎，一波，这边是蓝光，我们遭到攻击，车辆遭到损毁。OK， 离残骸远一点，老掩护。你们是遭到什么东西攻击？我刚刚有对 OP 点附近开火吗？没导弹从 SW 方向射过来。否定，我已经 K 烧。红组回报说他们遭到一枚导弹从 SW 方向飞过来。你们把我们的载具全炸了。目前红组其他人员我不知道状况。了解，帮我先组织队伍，先做救伤。啊，空中我看啊。阿姐回报说，他刚是对 G123开火，我不知道他的 G123。的。我方有一台 Toyota 的 G123。Okay。 啊，跟正有防空单位的 G123。我是撤回城镇内三辆主战。这一次红组回报，我们这边大量伤亡，重复一次大量伤亡。没有，麻烦医疗兵干活的。我穿。Pizza。我们都需要医疗。我去支援红组。我需要。好。来。我空中单位接收坐标。坐标东。指定。哪个驾驶？来。很准的，谁有带 GPU 或小牛都可以。28接收。这到底是谁打我们？那个我不确定，等你结束之后我们再问。162。20秒计紫色 BK 叉 one， 敌人碉堡。红组状况回报都没事哈。没 GPU。Allen 你 OK 了吗 ？Allen 你上来给医疗兵。地面没有镭射标记。我在接收。收到。我没事。Allen 这边。
一龙现在这应该不如果受伤的话该不好了。刚炸了一下，应该是小东南方敌步兵一百公尺。好了。OK， 那个 Alan， 你等一下跟紧。我们已经在地图上，我另外一位机枪兵是大姐。OK，Alan， 你等一下跟紧大姐领。可能是平民的地方。好的，好的，收到。明白，麻烦是。然后蓝光，你跟 Chipper， 你跟 Chipper 一组。哦，他们这位。哦，狐狸。啊。卢娜，请重发。OP 点东南方一百公尺半山腰处敌步兵。那个 BK X One EDA 击毁。EA 击毁。OP 点东南方，平地上。是要抓一兵吗？那个鲁拉，东南方那个要叫我的步兵队上来吗？还是不用？鲁拉，你刚才呼的那个 OP 点东南方那三个步兵，我可以叫精准射手上来。那个不用，那个我们步兵只会处理。蓝光上前，往东往一二零方位找到我的位置。蓝光，蓝光上前。啊，什么东西？蓝光上前，嘿，大金，我没叫你过来。没事，我是过来看看你。OK。其他人不用动，其他人不用动，帮我镇守一下东北，然后蓝光上来就好。来了，你的工作。哎，怎么有人死在这？那个是那个没关系，那鲁拉上一个尸体，这里。下方。正下方，我们现在面对正下方，爆炸位置。拉女仆，鲁拉女仆。在，请说。有人治好了吗？好了，我刚刚跟治好了，哎。OK， 帮我往 AP 1移动。我们没有车子，我就徒步喽。哎，徒步徒步。半人都死光。AP 1收到。红组上前，这雷子可以没那个没有要攻击的时候帮我关掉。自由开火，那个蓝光自由开火，我已经看到很多敌人了。啊？死光了？我看全部倒在地板上了。没有啊，你看荧光弹射击的位置还有活着。左右闪开一点，往歪。我看到了，我不需要那种东西。我背景风很大，哦，我看到人了。至少不会冲掉，是不是有人倒地啊？来 ，Chipper， 然后跟鲁拉倒在这里。Chipper 跟大吉里，这个已经死了，他是 bug， 这 bug 死掉，鲁拉在前面。Chipper 大吉里跟 Alan 往前推进到 AP 1。AP 1 go。Chipper 打大吉里，好。我没有激动的。大吉里打。就划针划那刀刀三倍。刚好打 P。蓝光在上方支援，然后还有那个，对，蓝光在上方支援，剩余人员跟我来。要跟着 A T N D， 对对对，请坐。接收坐标零四八一六五，零四八一六五，坐上。哎，那个红框范围内敌步兵开口地方投放 NK8，了解。鲁拉女仆。收到，这一次女仆，我们已经抵达 AP 1，建立好防御了。OK， 好，明白。那个 Iflisa， 帮我带领你的人前往 WP 6室。为啥他说？第一往这边啊。来，红组散开，散开，然后往东南方下方射击。在石头区建立掩护就好了。有军会在你的。敌人都在。先找掩护，先找掩护。左川帮我退到后方石头区。这一张组收到 EP 1点待命灯区。目标区域的好指挥哦。机枪兵大机岭那个爆炸范围的位置，方位180，先不要挖掩体。放着红框有点差距。大街岭180方位，那栋建筑物后方。那栋建筑物后方。对。哎呀，好像都被炸光了，对不对？啊，被炸光了。哎，对，就这样。好，那你帮我警戒房子附近。看到敌人自由开火。拉兔子还有弹药吗？肯定肯定。放心，接收坐标。洞四沟165。我这个好远。后方 NK8。东四沟165，超上。Bluff Lisa，
哎、欸，警总发。哎、欸，麻烦如果你在推进过程中、遇到敌火力，你觉得那就先那就看着就好，在地图上标出来，我会协调空中打击给你。OK， 蓝光，你那边你现在还有目标可以射击吗？哎、欸，还有，我让女仆看到炸弹多，你收工讲一下。这种组超收。OK， 蓝光，你打完之后就往我的位置移动 ，AP one。炸弹落点，连在500到600。回商品库。我这边是缓坡，我看不到。就不能。OK， 好，没关系，你就离开原地，前往这边 P 六。角度我看到。OK， 收到。那么，这一种组回报，我的精准射手回报那个全灭，敌军全灭。OK， 好，效果良好。蓝光没关系，那个你现在可以下来跟我们会合吗？我解决了，我下去。Good。好、啊，六百六，方位九一六，在那栋建筑一堆敌。我们要避免，因为那个友军的跟着平民有可能在里面。那栋屋子。你给我全换位置 ，AP one。你说确认 AP one。这看起来不错，是。就确认。我就看到房子旁边蹲一个步兵严格公路那边观测到那边有大基地 Alan 201方位请坐标红色建筑物附近有敌军步兵白色烟雾同一个位置颜色装备颜色一半确认好就可以开火那个方向东南进场 ，GPU 十二一枚，等接客。要打接近那个吗？对啊，给我最就给我那个大概距离就好了。你说现在烟雾区那边啊？我就没有提到。你不求你有啊？目前还在 AP one 待命中。目前距离都在500左右。移动到了 WP 六，而且500多多。收到 WP 六。烟雾那边550，然后181那边500。然后另外一边啊，我被打中了，好准哦！命中，不用打了，打掉了。没有，有其他的，好像还有其他的。OK， 红组我们移动到下一个点 WP 六 ，WP 六。哎，明白。现在移动，来跟上。左川，你这边包完大井之后就跟上。对，我城镇里的一光弹。继续移动，这么远他们打不中。你刚不就被打中？那个是因为我没在动啊。OK。拉马歇尔。这是马尔雪的超收，麻烦你帮我移动到 waypoint 7，然后帮我在那边。不是我，妈的，到底帮你拆分超收。目前位置在 W 六，我没被打中啊，所以理论成立。明白，我有看到，感谢你。可以站在女仆的枪前。女仆，这一次女仆回报超收，帮我移动到 waypoint 六之一。收到，各单位转向移动到 WP 六之一，往东南方，先在斜坡这边做休整。那个谁 ，Chipper， 啊，你有铲子吗？有，帮我去 WP 六之一挖几个掩体。然后那个蓝光帮我掩护 Chipper。在零线上，你要在零线上挖。对啊，不然呢？不然我们会需要掩体。要相信，你要相信五六百公尺这些机哈打不中。我们刚刚三个人各中一枪。正南方，那我挖大的哦，你越快挖好，我们越安全，对吧？所以你其实挖三个小的会比较好一点。我刚刚是不是有力气了？去吧，你挖三个小的会比较好。哎，请说。好，我已经动工了。目前位置在 WP 六，我们被少数的敌方 fire team 牵制。哦，敌人还是射很准呢。触发引爆 WP 七。
明白，帮我在六附近依托建筑做，反正不是我，迂回自己判断。蓝光自由开火。我知道，我看到人了，方位角正南。哎，建筑物群，后方树丛。OK， 你要注意平民哦。没有平民，他说平民倒好，平民现在这边不会出现。去吧去吧，好，这个位置就可以去吧。好，暂停，暂停，这个高度就够了。我们被压制了。深圳方向机枪兵，机枪兵压制回去。我们的自动步枪兵有啊，有两个。我穿我需要医疗轻伤。等哦。是窗口，窗口。窗户口。Aaron 开火。刚说黑人开火吗 ？Aaron 呢、啊？距离560。距离560吗？可以帮我确认一下东南方那边吗？嗯，东南方蓝色窗口二楼。那你没受伤啊？骗我！我有受伤，可以帮我缝一下。有一名步兵在奔跑，有看到吗？骗我！大吉里受伤吗？晓得。哎、欸，好，那好。受伤大吉里。知道啊，大吉里我知道。我报警。我拉这也是蛮实在，对他们蓝色兵力上都不会回到战场上。请重发。我打吗啡贝，这是麻雀。OK， 机枪兵压制回去。转交转指挥权到马普利上。拜，感谢你。是那个邦车吗？不是，二楼窗户，异光弹射击位置。不，你可以把那栋标出来给我吗？没问题，来方位151。邦车的右侧也有敌人。那个是刚出来的。哦，那刚出来的。OK。就是有更大颗异光弹从山上飘出来。白色烟雾飙出来，跟我讲。好，你等我一下。白色烟雾处防区后方有大量敌人。当。现在那个铁皮后面有一个那个邦科，距离500。那个往那个铁皮压制一下，有标记出来了。那铁皮可以穿个，你稍微穿几下。紫色岩山路，然后紫色岩山。紫色岩山。伺服器断。居然还回得来，好险我没跳，好险我没跳出去。好，下次我刚刚本来想要把录影关掉的，说打个岔，那个各小组帮我清点一下人数，看谁还在的。欸、我们战机是不是最红组全员健在？啊 ，FS8 呼叫 FS8，大吉你都不见了。没有啊，我才在啊，我还在。叫雷天 ，Chip 不要乱说，人都快被你讲没了。啊，他上面写的啊，我都被你讲的湿了。通通应该都下来了，我现在马上上线。明白。有马歇尔，不好意思 ，Freeza 还在吗 ？Freeza 还在，蓝组目前人都还在。OK， 感谢，帮我原地待命。通通，当我需要小直径，所以 A10 没办法。了解。我有导引，虽然说现在也没了。我是怕炸到平民啊，所以上次那台坦克是爆的还是？我一直有听到一个枪声，但是我没有看到射击来源。因为我看到了那个178方向，距离600公尺石头上。178有确认到了，有一个人站在石头最左侧。射击，你说距离多远？600。有一架 FAST 81紧急升空了。
哎，武装 ，OK， 命中，命中。打到。还是这样说，仇恨要不然鞭尸。大家攻击坐标吗？他连武装回报。好，先帮我待命。那个邦克那边一直有敌人在那边乱窜。难怪你可以帮我看一下那个方位148的那个邦克里面有人吗？你看得到？方位148吗？有啊，有人啊，在邦克后面有。哦，他跑掉了。在哪里啊？我怎么没看到？你看地图上有一个 BK1 那个栅栏旁边。普拉女仆，哎，请说。帮我绕过 Waypoint 7前往 Waypoint 8。他是后面是有人在走。Waypoint 8，收到。哎，重要。来，所有人准备跟我走，跟我走。往西南侧移动。我们可以把小队单独拉出来吗？让我们在地图上面有个 icon。好啊，好啊，可以。那吕伯，你也把小队推掉重架吧。还是鲁拉你退？你也是够懒的。我这想这么讲。干，我等一下还要重新组队。我不要啊！我要当阿法一击啊 ！Fuck you。可以改名字叫阿法一 G 就好啦。接敌接敌，所有人趴下，红组趴下，所有人趴下，红组趴下。你的小队帮我找一下异光弹的来向，应该会出现在你东南方。那这一次，这一次红组回报，我们会先抵达 WP 8，再重整。帮我绕过 Waypoint 7好不好？从他们的屁股绕过去。有，我知道了，但是你换到这边比较安全。来，红组继续移动。有载具，这一次红组回报那个敌方朝我们压制的极有可能是载具。继续推进，继续推进，走到那建筑物。建筑物，快跑！接收坐标。好。动四六幺。跑不动就闪子弹。原 NTLB。战掩护，战掩护。小牛一枚。是有人聊，有聊。哎，确认，请求小牛一枚。好的。是假车，距离三，距离三六七，我量到是367。哦，我先设了一发350的枪榴弹过去。再往右转移一点，367，他在移动，他们移动。OK， 招掩护，招掩护，所有人招掩护。去吧，这个位置你打不中，先后退。哎，女仆，你好像有炸到他的轮胎啊。你还在吗？我射了，帮我掩护我们左侧，左侧左侧。如果你刚弹药命着地的效果不好。左侧接敌了、啊。没有，我还没投，我还没投弹。敌人从哪边绕了？明白。是背后了，有个表。啊，你要过去了。我们在 BRDM 发现一台装甲车。大吉林 Allen 帮我守护，帮我守护东北，东北。跨绝了，然后那台在 DRB。然后所有人重新加我。确认摧毁，感谢阿杰。这里还不安全。蓝莓，鲁拉询问我们要继续推进吗？不行，我觉得我要救大家。不是，小波，你到我放眼睛了吗？这一次接底，这一次那个红组回报，加了加了。我们目前被困在 WP 7啊，跟着跟着，我们在。哦，收到，只是我们前方视线不佳，有点危险。是那种我们看不过去的草丛。没事，就尽快帮移动到 WP 八的阵子。收到，移动到 WP 八。OK， 所有人继续往前推进，移动到 WP 八，现在立刻。收到。这里是 A 阵营已经起飞。湖南射击。先推进到 WP 趴，然后开火。南侧好像在石头上有。我这边感受到的是北侧。这一次红组回报，我们遭到来自北方的攻击。重复一次，我们遭到了来自北方的攻击。帮我们标个位置好不好？我们地势比较低。我无法标记，我们现在正在移动中。拜。老板，
一下坐标。Alan 大吉，你帮我守住北方，往北方做防御。那个佐川 Jeep 帮我进建筑物。88那个侦查任务可能要先给 ATM， 我先回去换装作。那个蓝光帮我也盯向北方。ATM 帮我做侦查。麻烦重发标记位置。AT 叉坐标。Jeep 出来帮我挖个掩体，然后朝北挖一个，朝东挖一个。AT 叉 Y 附近帮我做侦查，可能有地变。Okay.有的话帮我撤回他。这一次红组回报我们抵达 WP 八。明白。请空中单位特别注意 ，WP 八是友军的位置，不要误解。你们有谁有烟雾弹吗？没有，没有带烟雾弹。你说什么？有谁烟雾弹吗？对。我有带。借我一，好，借我一颗。靠近防区不能使用爆裂性武器吗？太丢，除非你有小直径，而且要经过我的允许。这一次烟雾弹出那附近那个是友军残骸出，都是地方部队。收到，红这一次红组我们接敌了，我这边投掷一个红色烟雾弹，标记我方位置。身上正东，对，正东方向。看我的脚，大概正东方向。被打到了。看不到他，那就留弹了。好，我看到两名，我会朝你的东方、东南方的。我们的东南边，房子后面，敌人近距离山坡上。收到。门插好。所有人进建筑物，重复一次进建筑物，现在立刻。这一次红组，我们所有人进建筑物了。这个房子那么挤啊！妈的，空中打击要在我们的位置，所以所有人进建筑物五秒。要接 close， 开人。啊，所有人都开人。他偏了。没事。这一次红组回报，那个打击成效有点低。了解。男主，我们继续进攻。哎，山坡上有敌人哦，你们上去要小心哦。在这个地方，有我在看，我就是在林线后面。OK， 红组回就防守位置。我刚刚友军已经退出去了。确认那是蓝组。了解。你们以正南山坡上约莫150到200公尺处有零星步兵在朝你们靠近。正南。你要看蓝组有没有收到。这一次红组收，蓝组收到了没？拉女仆，收，请说。命令更改哦，帮我前往 K 万点，占领 K 万点。收到，占领 K 万点。来，小队跟我移动，所有人前往 K 万点。前面的教堂，你用了什么巫术？什么巫术？什么意思？我刚刚在伐木。伐木？左川什么东西？我刚刚用巫术把草弄倒了。哦，没有啊，我还没有按，注意哦，近距离。太接近。来，所有人推进 K 1点，然后肃清。谁进去啊？要活着进去，活着出来啊！我先找门口。还是说直接翻进去？我跟在你后面。刚呼叫两位两架固定翼，可以帮我停留在目标区域上面盘旋。大姐，你没看到敌人是不是？啊？你说我前面的侦察到目标是吗？我有看到，扫歪了。烦你！哇哦！进去，大姐！又来一只，还有一只。OK， 边走。
我打在柱子上。那你怎么先进来的？我要呼叫各单位，尤其空中两位听到这里。大姐，你帮我架在这个位置。哦，确认整个 AO， 我用红色框框起来。要看哪吧？我架在这个方向。要自由打击，框框以内未经允许，不要攻击哦。都会在里面回报教堂跟旁边的小屋子的安全，南边的坟墓区已清干净。框框以外自由打击。哎，阿鲁拉女女仆，你到 K1 了吗？K1 已肃清，建立好防线了，现在往东方防守中。哎，好，好，福利下可以出发了。不过是否允许使用手榴弹？先禁止，不好意思。那个 Chip Allen， 帮我去占领 K2。那个步兵单位正南约莫200公尺处的山坡上面有零星步兵，在红光范围外，我会进行机炮打击。跟正，东北侧敌人在东北侧。我也在做回报。那烟雾是谁丢了？那敌人，敌人，敌人吧。我听敌人那边就有枪声呢，在南面呢。都有蓝光干得好，然后那个 Alan Chipper 帮我去占领 K2。这样我上了，不好意思。没没没，你先上止血带继续。好，好多烟呢。那就捡起来，对不对？好的。找烟蒂，找烟蒂。有一个敌人往西方走。待会我接到他们前往。收到收到，那暂停，我们先驻守这边。楼顶是接底的。女仆可以让吉普过来我的位置吗？我可能需要他帮我看一下屁股。Chip 去蓝光的位置掩护蓝光。他在哪里啊？东北侧。北走，在坟墓处。东北侧。然后那个我再一位 Alan 过来跟上 Chip， 往东北移动。哦，你这个是撕裂伤哦。那个不是射在墙缺了，他我看到了，中间中间，我的妈！丢子弹！不是，杰夫，你切一下枪，你卡那个卡 bug 了啊？只是我杀死了啊？不是，我可以听。没关系，没关系。那个蓝光，帮我带着 Chipper 跟 Alan 前往我们正前方这一栋。我拜托你切一下枪。你刚才拨打机不到一块。前往这一栋，然后占领二楼。对 OK。那女仆那个东方是有敌人，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才叫你们过去。你没上，你没有带固定板，对不对？我刚刚没看到。OK， 你一样上二楼，然后防守。好，收到。OK， 那个 Chip Allen 跟蓝光，帮我颜色调红色。这一次女红主收到，请说。帮我，帮我前往。问号点 ，BK 插换吗？没有，只是问号点，在 B 之一。地图上有三个，我看一下。B 之一，收到，收到 B 之一。OK， 那个大机灵跟左川跟我来。啊，我需要跟他借个东西。没什么说要还。不还不还。死人是不用。我该问一下雷子太太是不？带着的。大姐，你这里。那个红柱，等一下掩护我们前往 B 之一哈 ，B 之一在你们的正东侧建筑。有听到？有。杰迪。哦。OK， 真的要等级，帮我架枪，也罢，不要，帮我肃清左边这栋，这栋，这栋，进入喽，左边 ，OK， 安全。来跟上。
进去了。这一支红组回报，BG 肃清了。卢亮收到啊。收到，感谢你。帮我前往那个有关押平民的那一栋好吗？红组收。那个 Chip 跟蓝光，帮我带着 Aaron 前往那个地图上标记。你会不会刚好有人有带束线带？当地平民的建筑物位置。我们要过去，我有。是说问号点吗？你带着你的人帮我去占领平民那一栋，然后帮我把所有人带回 K 完结掉，可以吗？收到，但我现在在交战中。全部平民那一栋，反正等一下。地图上有标记黄色点的那一栋。我刚刚在换弹。有一个往左边，左边，左边。那个 Chipper， 哎，你火箭弹拿太久了。山下有人。我怎么拿太？我一直拿步枪啊。我知道，你跟我来。你为什么拿太久了？让你补一贴。你想干嘛？一分钟，我们遭遇北方的敌军 QR 增援打击，在城镇外。明白。不行，那边翻墙过去。然后叫发十八。嗨 ，ATA 一下，谁在线上？在干嘛？哎 ，ATA 在线上。明白，等等。到，好吧，明白。那里有重装把手呢。你有障碍弹吗？没有，我现在塞了 AT， 我塞不下障碍弹。啊，我有障碍弹，只是我是用射。这一次红组回报，我们要攻坚，开始攻坚重要建筑。对，我就会在你的南边马路对面。进入进入。好，可以。动。我直接穿到人了。Chip 带人进去，等我。对啊。还有敌人的周边建筑物。你们进去，我进去，我进去。OK。好。卢拉，我们是要继续推进还是？哎，就先保留到这栋。大弟，你跟他们进去。大弟，你跟他们。后门，后了没？肃清后门。OK。你帮我看着，你在门口帮我看着那个方向。等一下，先不要上去。大姐，你先不要上去哦。OK， 一楼可以了。先不要上去哦，大姐。你们都没有震撼弹，对不对？没有。OK， 大姐，后退一点。一楼可以哦。再翻一下。OK。左侧还没肃清哦，我先把右边门关起来。敌方有步兵防空，对，发十八重新上线。等一下哦，帮我向左走。手榴弹，手榴弹，下去，下去，下去。OK。上去，上去。十八，请问你有什么弹药？脑子定的 TPU 跟了解 TPU 都有。等我一下哦，拜，感谢。先不要过去。先帮我待命，等一下我交给你。等一下，后面后面，那个大电影，我要射一颗炸弹弹。嗯好。然后你向左走，向左向左。射了吗？射了射了射了。是我没看到爆炸。没关系，那时候我看得到。左边安全。等一下哦，进里面。投降。好好，没关系，我右边看到很多人质，但有可能有敌。那个左山准备，左山准备哦，直接进去往右边看，一二三，不让你补。他们正在交战中。这一次红组回报，那个建筑引肃清，只有一名，只有一名平民有伤亡，然后其他都还活着。目前目视到的总计有二四五五名。好，明白，帮我带着所有平民回到 K 万点。稍到稍等，那个左川帮我检查一下他们的伤势。左川 ，Aaron 需
机大量失血。但左川，你先去忙那个嘛。他楼上，他上来了，他上来了。左川，你那边还有束线带吗？我缺一只。我有。哪里？左边那个。哦，看到了。我得到后面。要先放这里还是往下？先放这。绑起来了。这一次红组回报，询问撤离路线，而且有可能有点危险。我这边如果六名全带的话就我回到 K1 点，帮你丢在那里就好。K1 吗？那就收。那我会需要掩护。我看一下哦。谁呢？敌人现在是从 OK 那个，我们还在移动到 K1 点。对啊，我说敌人从东南边来，要赶快走。好，我知道。左川跟蓝光，然后还有大金，帮我都各带一个人质。不让女仆，你正在运人质了吗？哎，正在。OK， 直接把他们带往 K1。停下来没关系。K1 人质先丢在原地。所以取消命令吗？取消命令，不要过去，现在建筑。你们就一路两队并行向东清扫，把所有敌人消灭掉。敌方步兵从你们的东南方建筑群里面穿出，大概一个班。城镇最东南方。可是现在有手榴弹、枪榴弹什么，开始随便丢哦，乱丢，不要省。麻烦帮我确实传导下去。现在爆裂物禁止管制，真小禁止管制。各单位注意，现在那个解除爆裂物管制，然后可以使用手榴弹或会爆炸的东西。我们现在任务是向东方做肃清。OK， good。不太妙哎，我们建筑红组跟上，前面越早越开始别。看着你无人机四处帮我逛一下，看有没有什么目标，三四外的。别人上线。来，那个现在健康的人跟上，跟紧，好，跟紧，不好意思。我在哪里？这栋。那个正东紫色，最东面紫色问号点那边敌方一个班，敌人包围了那个平民的房子喽。不然又要148转二平。那去吧，你帮我带你的人过去，然后守住那栋建筑。了解。收到。蓝光是秘籍。啊，这里屋内没有半个窗口可以。确认，还有，没有停掉。那个所有步兵都会停止向东移动，原地待命。那个剩余人员帮我将步兵驻扎在北方这一栋。Aaron， 我跟你肃清，蓝光阵亡了。啊？蓝光阵亡了吗？我问一下，没有，他还活着。OK， 那你们继续。Chip 帮我守住西北。好的。这一支红组回报收到，请说。帮我往雕塔移动，雕塔还有两栋紫色问号，帮我去清理那里。一层级。收到。那个，我看一下 ，Aaron 跟紧我。我们要去肃清两栋建筑。好。我检查弹药。OK， 满了。最前方那一栋。好的。哎 ，Frisa 继续向东，我们迂回那一梯机枪。
我会投手榴弹进去，你等一下后退一点。好的。Break out。斩远距物。OK， 安全。那我好像受伤了。你是被我炸伤了。好像是。见鬼！女仆，你没有被炸到吗？没有，那个是我们在突破用的手榴弹。那个问这边的问号点已经肃清，正准备去下一间。我醒。嘿，收到，帮我守住那个带有人质的建筑。东北边的可以交给蓝组吗？可以，我们正在。那我们目前红组他是在我们正在守住人质的位置。OK， Alan 走吧。好。不要女仆。说，请说。不要你现在位置。驱逐剩下的敌人那个位置。哎、欸，帮我前往雕塔那两栋紫色问号，在里面。还有点累格。收到。来，红组所有人跟我往东北方移动。东北，差不多。这边翻墙 ，Go。布拉这只蓝组，对，他是最先放的。两栋建筑都竖起的。哎、欸，你帮我占领那两栋对北，哦 ，OK。你要先占领，然后对北边警戒。这支红组回报，美军直升机从西方靠近。明白。什么信号的直升机？超级中航跟修一海军陆战队。拜拜。